有几种类型领导，我们可以好好检讨。一、爱说教的领导，常有居高临下之姿态，觉得自己真的是芸芸众生的度成膜拜者。每当开口，可以从盘古开天讲到天南地北，从不理会别人是否有时间听自己说话，自认为是苦口婆心的教诲，如交响乐般的悦耳动听。其实，在下属心里，他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如乌鸦般的聒噪烦人，走到哪里都人见人闪。这种人只有嘴巴的神经最发达，但自己的四肢却麻痹不会动的。动口叫人做自己都不做的人。二、好好先生的领导，无论什么事都以好做答复，表面上显得客客气气，不轻易发怒，即使对一个人有成见，也不会当面显露，只会在背后批评传播，造成其他人因他的成见而对这个人或这个团体产生误会与轻视。这种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，通常保持中立的立场，自己好就好，别人怎样完全不在乎，相怨伪君子背后扯后腿的人。三、老是摆着扑克牌脸的领导，看谁都不顺眼，双眉紧锁加上冷冰冰的模样，所发出的气息令人感到紧张、压力、害怕，连他身边的空气似乎也不敢流动，心思情绪使人捉摸不定，凡与他交谈处事者都要屏气凝神，小心翼翼，生怕触犯尊严招来一顿呵斥。这种人很少顾虑别人，只活在自我的感觉，用自我的个性做事，误认臭脸就是庄严及任性的人。四、尖酸刻薄的领导，他就像一个刺猬，所到之处都把人刺得伤痕累累，每见到人就教训，毫不顾及他人尊严而数落不停。他的心中有一个秤，对每个人的言行都经过称量，所有对方的污点都搜查巨细靡遗，眼睛非常锐利，虽然明察秋毫，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，头上的探照灯只照见别人的过错，却照不到自己心中的丑陋。这种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，所谓水清则无鱼，处处不受欢迎，处处树立敌人。五、自以为是而又工作狂的领导，爱好就是管人，到处指指点点，挑三拣四，只要不合意就将别人所用心的成绩全部推翻，或百般刁难令人一再重做。他的要求很多，但所指挥的人事工作效率并没有提高，反而到了哪里哪里都阻塞，他想要做的事就急急如律令，必须马上帮他办好，什么事都得听他的话去做，一有人违抗就将此人驱逐隔离。这种人控制欲很强，不懂得什么叫尊重，所以与他共事者都会神经错乱，疲劳轰炸。六、笑面虎的领导，一副肯甜心细脸皮厚的样子，满口好话，从不拒绝人得罪人，表面上和下属称兄道弟，但却常骗取下位者对他的信任来为他卖力，再利用从下位者那里得到的消息资讯来攻击算计对方。他的为人不如表面那样简单，背后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总是设下不予有诈的陷阱，以明升暗贬的手段，为的是要削减部署的权力或影响力，唯恐有人与他争功竞天下。他办事的高明就高明在借刀杀人，从不亲自出面，使不知情者误以为他是救命恩人，还来对他磕头谢恩。这种人事实上是凶狠无比，两面三刀，最会记恨耍的猛虎，借刀杀人阴险狡诈的人。七、领导众人的领导，这种领导自视甚高而又刚愎自用，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果断，砍去不同的意见，只允许一种声音来说话，那就是他自己的声音，潜意识里把下属当作是可以任由他随意操纵的机器，最后导致万马齐喑，人心涣散。这种人可以将生机弄成死机，让全体营盘瓦解，众叛亲离，是残害生灵慧命的刽子手，霸权独裁，生怕别人比他行的人。以上略举七种领导类型，是不是属于其中一种而从未察觉过？是不是修道面目可憎，还以为自己和蔼可亲？这些现象在世俗上是存在的，但道场是不是也存在，那就要问问自己了。如果没有，就当作警惕，如果有，你是否愿意承认悔改？你愿意转型成为有德格的先锋者吗？当之一位严以律己无意管理人的领导，他只督促自己，从不敢监视别人，只反省自己，从不敢妄加批判人，凡有累事难事苦差事自己担起，不推给别人，心心念念以身示范，不怕苦了自己，只怕苦了他人，不计较人怎么对待，只怕自己有所亏待别人。在生活点滴中，常以将心比心，对每人每事考虑周到，以敬上爱下去保护每个人，让大家都懂得素位而行，建立一个温馨融合的群体。所以关心实在在处处不忘记服侍上帝，服侍众人的仆人，是尽心尽职料理好家务的管家，是慈悲谦卑恒心耐心带领无知回到上帝那里的牧羊人。关心不是牵涉别人的隐私，但却是时时刻刻关心他人所关心不到的细节去做关怀，如此关心的职位才有实质的内涵。听了这些话很刺耳，之所以说的这么的明白，也就是要让大家在自我改变整顿转型中，要怎么更看清楚，剖析清楚自己是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，后学诚实的自我检讨，对照自己所作所为。听了很惭愧，虽然不是领导者，但后学几乎多少有犯到。比较严重的有以下三点：一、爱说教的领导，
常常出一张嘴，别人的工作就一大堆，建议特别多。第四点，非常适合后学，尖酸刻薄的领导，爱好就是管人，到处指指点点，挑三拣四，挑人与病，好管闲事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没有说为了圆融失去原则，把错误的人事物都能赞同说成是对的，颠倒是非，认为真理因果没有模糊空间，毫不顾及他人尊严而数落不停。他的心中有一个秤，对每个人的言行都经过秤量，所有对方的污点都搜查巨细靡遗，眼睛非常锐利，虽然明察秋毫，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，只照见别人的过错，却照不到自己心中的丑陋。不会有真正的朋友，处处不受欢迎，处处树立敌人。五，自以为是而又工作狂的领导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聪明，粗重困难的事，会设法让工作变得比较轻松，不想出蛮力，不是一个工作狂，自己比较懒，并不想工作。